他说他不叫美玉。今天 Q&A 好不好？ Q&A。 Jesus， 你裸奔过吗？来台湾这么久，有没有看到台湾不好的一面？当然看到啊，有什么地方没有不好的一面？你去过哪个国家？怎么会选择留在台湾呢？你没有看过这部是不是？你吃过槟榔吗？喜不喜欢槟榔西施？哎，我没有吃过。我要槟榔西施，杀他不长美女。可是你真的长得跟美国人很像。你说的是这个美国人，这个还是这个？我看过蒋小恩、阿神、老皮。我们现在知道阿神的家有镜子，阿神的声音很好听。Jesus， 你有惹过香港叫吗？我要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你会问他这个问题吗？如果你问他这个问题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会有怎么反应？为什么喜欢台湾？你没有看过这部是不是？ Jesus， 你好帅。你讲了就是在。Jesus， 你内裤是什么颜色？我没有内裤。哈哈哈哈哈哈。Jesus， 西班牙有美女吗？请问以前在西班牙有教台湾是中国的吗？西班牙人根本没有学到这些东西。我要上 Q&A 了。上。你猫咪了，猫咪。今天的 Q&A 就到这边，这样礼拜五见。阿多阿多阿，阿多阿多阿，阿多阿多阿，阿多。